那么看几个有趣的 festival。今天顺便讲一下 terms 这个字，好，它一些特殊的用法或之类的。大家好，我是 Paul， 最后到中英文解读。第一个，我们就看故事吧。When I split with my husband, with my ex, 对不起 ，it wasn't on the best of terms。哎，马上就有了。And when I moved out, I decided to move back to England. One day, I realized that through a wonderful LG app, I could still control my ex's fridge temperature from 4,000 miles away. Makes me smile, ruining their food to this day. 哎，搞定啊，蛮搞笑的一个故事。所以当他跟他的前任分开的时候，那你说啊，分开分手叫 break up， 哎，可是也可以用 split， OK？ 如果你今天讲说，哎， can you do a split？ 那不是问你可不可以分手，那 do a split 是你能不能劈腿啊，那个一字马。但如果动词 split 一般真的也可以就讲分手的意思。所以当他跟他的前任分手的时候 ，wasn't on the best of terms， 这什么意思？这里就 term 这个意思就是在说的是。就他跟他并不是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分手的，分的并不漂亮。所以我们来看一些其他可能性，就 terms 这个字这样的一种用法。假如你跟你最好的朋友吵架，然后到现在都不肯对彼此讲话，我就可以说，my best friend and I， 就我最好的朋友跟我 ，are not on speaking terms。哎，这也是一个特殊的用法。On speaking terms 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处于一个能讲话的状态下 terms 这样子 OK 那还有也是一个类似这个用法的一个概念例如说假设我讲一个这个我印象中很有这个很尊敬的一个 NBA 中锋叫做 Alonzo Mourning、哦、阿朗州他姓 Mourning 这样子叫莫宁、哦、然后打的是热火队他是传奇中锋，他并不是非常高，可是他很会盖火锅，很会抢篮板，好，也是全明星。那有没有进这个全这历史上前50大还是前75大球员？那肯定是这个名人堂啊。好，但他的最后一场比赛就是受伤必须下场。可是当他受伤就是要下场的时候，而且他知道他这次受伤大概就不可能再恢复回来，因为也老了这样。所以他知道这就是他最后一次离开赛场。那个时候他们就说：“哎、欸、来，我们拿个担架把你抬下去吧。”他就说：“不要，我要用我的方式离开 NBA。”OK， 说、so、“I'm not leaving on the stretcher。”所以顺便讲一下这个担架叫 stretcher。So, There's no way I'm leaving the court on a stretcher。So I'm gonna go on my own terms。OK， 所以用了这个 on my own terms， 哎、欸，又是 terms 这个字，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离开比赛，好，离开这个 NBA 的竞技场，所以就是用什么什么的方式，所以 in his own way， 好 ，in his own terms 这样子 ，OK， 那更不要说大家大概蛮熟悉的 in terms of， 就是以什么方面而言这样子 ，OK， 所以、欸、我觉得我还蛮富足的。那什么方面不是金钱啊、哦？没什么钱，可是在我精神方面，我觉得还蛮富足的。So I'm a rich person. I am rich in terms of my I don't know spiritual well-being 之类的。OK，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什么方面？那至于那更不要说 terms， 就 term 这个字，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学期啊，上学期、下学期或之类的啊，也是 term 这个字啊。你要说啊 semester 也 OK 啊。可是你也可以用 turn 这个字来说啊，那暑期啊，或冬天啊，例如说一月开始的那个学期哈，是圣诞节过后 ，winter term、summer term 这样子的 ，OK。好，所以 turn 这个字有这样的意思。All right， 那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词汇 ，OK。我跟你讲一个字，这个字叫做我们好像几个礼拜前说过 ，situation 这个字可以加一个 ship，situationship， 那 relationship 的。不太是个真正的关系，可是你跟你的炮友可能有一个 situationship， 那你可能说啊，我是老人家，我不懂你这个词啦。That's a term that I don't understand. OK， 所以 term 这个字也有名词之类的意思、哦、特殊词。好，这里应该总之我们讲解完这里懂了。所以当他跟他的 ex 分开的时候 ，it wasn't on the best of terms， 所以并不是用最好的一个方式分开的、哦、可能到现在还不太能讲话。And when I moved out。
I decided to move back to England. 所以当他从他前人家搬走的时候，他决定就搬回了英国。所以听着出来就本来是英国人。有一天他竟然发现了 One day I realized, 透过一个 that through a wonderful LG app, 那 LG 就是那个韩国品牌，透过一个很棒的这个 LG 的一个 app 呢，他还能够控制他前人家的冰箱温度。I could still control my ex's fridge temperature. Fridge 就是 refrigerator, 就冰箱。Temperature 就温度。从4000英里外 ,from 4000 miles away. 我都不知道他们原本住哪里。所以这就让他微笑。为什么微笑呢？因为他就可以到今天都还能够搞砸他们的食物。So it makes me smile, ruining their food to this day.所以 to this day 我们常看到，我讲的都不想讲，可是还是要讲。如果你他这里说的是 until today 的话，那就错了。如果他用的是 until today， 那就表示他在今天以前都在搞砸他们的食物。结果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他前任可能发现了，然后把他的 app 重新调整了一下，所以他就不能搞了。所以他说哦 until today， 今天以后就不行了，就反转了的意思。所以要是他今天没有反转，他明天还是可以搞他的食物，后天还是搞他的食物，就调那个温度，例如把它调成个烤箱的温度，大概也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是 to this day， 表示日后还可以这样子。OK， 下一个这里说的是 supervise site investigations doing boreholes etc.，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那他一开头，这个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什么祈使句，哇，这就是懒惰的写法。I supervise, OK， 所以 I 省掉了。So、那 supervise 是什么意思？就督导着，他督导着这个，所以这两个字走在一起。Site investigation， 好 ，site 就一个地点叫 site， 那 investigation 调查，所以他督导着一个勘察点的一个调查，这样 OK。那这个。Site 在做什么？他在做的就是 borehole。什么是 borehole？ 找给你看。就你为了要寻找石油啦、天然气啊或者水，你就钻了一个洞，那个就叫做 borehole。OK， 好，所以他就督导着这一种钻洞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地方，好的一个调查。那可能旁边这些好管闲事人就常会问：哎、欸，你们到底要干嘛？这里挖个洞要做什么？所以他们可能就以为是要盖东西，因为你知道挖洞常常是要打地基盖东西嘛。而在好管闲事人呢，英文就叫 busybodies。OK， 通常是写成一个字，那他是写成两个字，就是好管闲事人。然后你可能以为这哈 busy 不是忙吗？忙碌的人哦、喔、，somebody body body 你懂啊 ？busybody 忙碌的人，翻译成好管闲事的、啊。OK， 所以这 busybodies often ask what's being built， 他们就会问，哎、欸，什么东西要盖啊？要被盖起来 ？What is being built？ 啊、哦，所以这有一个进行式的一个被动结构 ，What is being built？ 那他就喜欢扯谎，跟他们开玩笑 ，prank 他们。I like to tell them things like asylum seeker, hostel, mental hospital, prison,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center, pet crematorium, etc.所以讲的这几个字，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刚第一个我没有把三个字连在一起，有点不太对，所以应该是三个字连在一起。Asylum 翻译成是那种寻求庇护的避难所。OK， 像今天我要是我寻求政治庇护，要是我被，假如我是在中国被政治打压之类的，好了，假如我是练法轮功的，所以我到了美国我就寻求政治庇护 ，I seek。Political asylum, OK， 所以把这三个字打出来给你看，寻求 political 的 asylum， 所以这个 asylum 就庇护。那所以我是寻求庇护的人。那你看我这边动词都已经用 seek 了嘛，所以你把它写成 asylum seeker， 大概就懂了。好，那 hostel 就是那种青年旅社，所以它是 hotel 的一种，其中一种种类。那你就把 s 拿掉就是 hotel 了 ，s 塞进去就变成 hostel。我们有时候叫背包客旅站之类的，好，背包客旅馆，好，所以他盖什么呢？盖 asylum seeker hostel。那一般人不会喜欢这种东西盖在你家旁边，因为来避难的人可能就，一般可能对他们会有偏见啦。那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不要盖在我家旁边。所以这讲到另外一个字，我们顺便也介绍一下，叫 Nimbyism。OK， 我们打错字，有打错字。
对，这样 OK。Nimbyism 就 Nimby 也就 OK 了。那什么东西呢？这个词是 George Carlin 发明的，我最喜欢的喜剧演员已经死掉了。打开来叫做 Not in my backyard， 就你们要盖什么东西，好，你盖，不要盖在我家后院就好了，就不要盖在我家附近。啊，盖核能厂吗？啊，可以啊，核能发电我支持。盖哪里？不要盖在我家附近。要盖在绿岛 ，OK？ 盖在蓝屿 ，OK？ 不要盖在我家附近。这就是讲，就是我们活在现在世界的人自私。好，就好的事情啊，在我家附近发生没问题。啊，人家盖社会住宅，啊，可能地堡的人就会觉得你不要盖在旁边嘛。那可是全世界的社会住宅都是把它跟有钱人混在一起的。啊，那这就是一种。这种 urban planning 的概念，那台北似乎还有其他县市也应该是这样弄，就是好，这个我先不扯。但总之，这个 Nimbyism 就是搞什么东西不要在我家附近搞的这个主意，就是好，听懂就好。所以所以他如果跟人讲说，哦，我们在盖什么？我们在盖 asylum seeker hostel， 人家你会觉得哈 ，right 啊、哦？那还有什么会让人家觉得哈 ？mental hospital prison。好，所以这个精神病的啊、这个，哎，好像有一个词叫什么东西啊？精神病院还是什么的？算了，现在想不起来。mental institution 大概也就可以了。说 mental hospital， prison 就监狱啊，监狱大家最怕了，逃狱的，然后你再躲在人家附近抢你或之类的哈、哦。或者疾病的研究中心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center。OK，infectious 就是会感染的。Disease 是疾病 ，research 是研究 ，center 是中心。最后的 pet crematorium 是什么？就是宠物焚化炉。OK， 所以那个 cremate 就是你要讲说不是 burn 吗？烧掉吗？操，那这个词就太直接了。所以 cremate 就是也是火，就火化了。你看我们中文都有火化，不会讲烧掉，对不对？所以 crematorium 就是火化厂这样子。OK。好，所以这一虽然说这个这一则也蛮好笑，不过大概主要是认识一些这有趣的名词就是，所以自己看一下这样。好了，两则大概也够了。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